望江楠是豆科决明属一年生半灌木状草本植物，又名石决明、假决明、羊角豆、山绿豆、野扁豆、金豆子、猴百草、狗屎豆，是一种药用植物，原产美洲热带地区，现广布于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台湾也有分布，全岛低海拔山野及荒地、路旁、林地、果园或湿地常可见到它们的踪迹。全株有微毒，不可生食。其嫩叶及花可作为蔬菜，但必须洗净及煮熟或炒熟方可食用。它的植株特征是全株光滑无毛，叶为偶数羽状复叶，小叶三至六对，卵形或卵状长椭圆形，长三至八公分，宽一至三公分，先端渐尖。花期夏至秋季，总状花序呈伞房状排列，花黄色，五瓣。荚果扁平状线形，稍弯曲，长约十公分，内藏种子25至40粒。它的种子有毒性，成熟的种子为黄褐色，炒熟后可入药。望江楠的药用功能请参见其他关于药草方面的专业介绍。